阁下可是？在下正是。我奉命前来接应，大部人马已先行前往。战卢现在何处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情况紧急，我们路上说。当年清风山一战，人侠青州将战卢托付于一位世交，此人携宗族隐居此地，以保战卢免遭贼人觊觎。 得知远胜图谋，怕便传出义军，希望我们代为保管战卢。小心，前方有人见机行事。你想要战卢？战卢？ 可是人力了吧，兄弟们上！下雨滔天，算什么忍者？别杀了！别杀了！别杀了！听闻有人会用幻术扰乱对手，千万稳住心神。 这都不是真的，是幻术！万一不是你，别进去！惩奸除恶的感觉怎么样？和草菅人命有什么区别？哪有什么善恶？哪有什么善恶？哪有什么善恶？ 人皆是刍狗，你还想当人？为什么还要往前走？你明明已经很累了。你到底是谁？ 陶氏兼容符，君王暗战炉，此乃君王之剑。我想要，义军想要，当今那位狗皇帝也想要，但是，何必打着奸计苍生的幌子？ 长生不死，谁来成就他们的千秋功业？你，我为什么会知道战卢的下落？是你们的人告诉我的。
都一样。不一样。嗯。我永远不会变成你。你醒了。我们来晚一步，战炉已经被纳兰秦岭带走了。走吧，必须尽快回临安，告知公子此事。前方便是临安城，我尚有要事在身。你终于回来了，自你走后，臭流氓，不要脸！哟，小美人，说谁不要脸呢？再说哥哥我可是带你去万福享福啊。想你个大头鬼。哟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给我上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哇，几日不见，功夫长进不少呀，都能替我和师姐出头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城西万家。哟，少侠打哪儿来的？主弟打尖儿，还是想去哪个瓦子里逛逛？找我你。啥也别说了，都在酒里，滚！刚才我倒听到了，你要问的这个消息。找人，还不是找他的。
找我？哼，别扫兴，别扫兴，等这局结束再议。我来不过打发时间，不想竟有意外之喜。既然饶娘不在，那我改日再来吧。少侠留步，那位夏公子的酒钱还没给呢。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哦！哎呀，回来了。这名字真好听。我叫白秋林，你叫我小白就好了。他们都说风吹走了。
没事没事，小白也没那么喜欢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哪儿来的驴子？找我何事？老大让我留在这儿盯着义军。嘿，你回来了！别看兔兔，夏少侠，有什么事吗？别装了。哼，姓夏的，你三番五次帮着义军坏我万福好事，就不怕一招不慎丢了性命？我当是哪家猫儿，原来竟是万福养的狗啊。嘿，打狗也要看主人，当年的岳飞若不是得提他的名字，你也配？见过少侠。还真引出几只内鬼。风。就是你。
嘿，新来的，见过我们。搬完了，再去厨下找风。真是英雄出少年，想不到你竟然这么年轻，之前我还不信方辽说的。不错，看来他们很喜欢你。早年义军，战场如人生，诸君务须谨慎。
此行可有所获？此去前往神风营。少侠想用哪匹马？踏雪无痕、绝影夺魂、瘸黄追香，我这可都是好马。李英说让你来的，他说了什么吗？好功夫，果真了不得。你若加入我义军，一榜知尽天下事。没看我忙着吗？不知道的。你可是眼瞎。小少侠可以。可恶，来人啊！好家伙，蒙汗药这种。
客官打酒。风石果真这么说？提应言语。Thank you.
人呢？没。前面就是万福大宅。干啥干啥？哪儿来的臭要饭的？